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嘞》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好，大家今日看一下阿群妹人的打扮，好有懂太好看的感觉无啊？我们从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哈，分享一下好看的爱毕业的好看的，大家都滴个无限物个，大家就滴好一下差唔多系四年变的五年变的亚只世界。对同到太好新眼神爱毕业的太好看来讲哇，也系千无限的世界咯，因为。其他的爱毕业的，古时候就有当到毕业的论文啊，也是毕业的制作啊，就像阿 Q 们爱这样石头，台中传播课那个时间，爱咩去强用，也时间是无人无压的个无限。古时候今日，节目当中，咪爱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位后生的爱毕业的后生的几个毕业制作哦。上来几个毕业制作是同乜嘅有关？系今日会来复起来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图邀请到的来宾来。欢迎国立交通大学传播老科技的听韩文，欢迎韩文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听韩文。今天请欢迎坐在来叶碧老大家分享你的毕业作品《客灵感》。哇，有冇讲到呀？毕业的作品啊，全部就动用热情的感觉，因为呀，应该讲。是太好上青春有的一件事情，因为透过新年暗冲暗叫的时间，就是为了要有暗用自家的作品，对不对？自家的作品要来呈现。不过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你的交通太好，大家对交通太好，动车接的感觉就是理工科，对不对？不过你可以透传播了科技方呢，其实我这样是我没有小可的认识一下也在可能，不过我分数不拉高中。偷给种偷开档口呢，我想再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上来呀，传播仪传播老科技嘅可能系啲嘅好物嘅。因为安尼系交通太好啊，安尼就像爱有科技嘅东西，故说安尼嘅好搞，就有青岛像虚拟摄影棚啊，还有电台，那还有青岛做的破天荒嘅东西，故说安尼好嘅东西系青岛。不过，你也作品底背没有青岛像破影片啊，样相的创作没有，没有写文章专栏文章不过你老你太好信仰好的东西，都用到你啊客灵感的作品上背。对，全部结合作强哈。不过好，你也得出台客灵感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团体的名字，叫做浪浪五九。怎么该叫做0059啊？因为大概都在一点钟是60分，超。给安妮西莎入侵。青男士，青男士就冲诶！哎，就莫想诶，做事情做特久，故说哎你最多做了59分，哎你就会讲哦好，哎你开会就结束了。小组个会议啊，对不对？小组会议，四三年太敢唔好浪费太多时间，就会很有效率啊，不行。哦，亚东重要，因为有上次西三年，因一三年出一种，所以大家会投入一天事情的时间。有上次一三年一个想法就会讨论东久哦。请久。哦，古时候其实创业爱做亚兵亚之中的第一，团吹个吹眼东重要哦。既然你会先到一只要可以0059这么有效率的一个团吹，很容易来请到亚西的同好。因为安西三。我们该共同的兴趣哦，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，听起来不太对哦。不说你做马来路做的，哎呀，没意思，做马来路做的。对，不说你其实因为有一个黑的谁来，以前是搞乐团呢。哦。呀的什么黑没有的唐独立乐团，给的什么就我们该。你从头挺有钱哦，没啦没啦。就你做工做上工，你就做音乐的东西啊。古时候有看到人家掉个名啊，很多客灵感。对，怎么该有很多客灵感哦？
因为 Annie 个诶作品系个网站，嗯，啊也在网站 ，Annie 希望讲做得诶个本个音乐个创作人类也比啊，记得做得唐雅山歌啊，也系念谣童谣，啊唐咧，之后诸位感觉诶有一些咧做音乐个灵感。不错，你看 ，Annie 就希望一记掉做在来 Annie 个网站找一些灵感。嗯、哎呀，客有一只双关，双关客家音哦，还有乜嘅？一个客家的客嘛，啊，那位咋做？就嗑瓜子的嗑，哦，一直吃一直吃。你来 Annie 个网站，你就做得有源源不绝的灵感，还有一个意思。故说，你要个毕业制作，同个理解个有一些嘞无嘛个强用。比如讲，像我个毕业制作就是一只节目的作品，一只30分钟个节目个作品。故说，像我个毕业制作，它其实是一只网站。韩国人个网站，佮他有讲到有结合个，除了音乐以外，还有影像个创作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专栏文章的部分。故说，其实我个作品是一只综合性的平台。韩国有一只青春有个目的，就是爱分享音乐，对不对？分享音乐，韩国尤其也摆起味道也客家的音乐。怎么解会想到讲贴片？下一只，做一只本客家音乐的平台。因为最先 Andy 想讲，想爱做客家，就是 Andy 想一种少数族群，像也新移民，也系原住民，还有客家，就想爱也老也着。欸、少数族群应该无法推广出去，也还保存。不过 Annie 想就想，哎、欸、呀，太嘞 ，Annie 做唔来 ，Annie 无个能力做一按多。故说 Annie 想哎做一扎做好嘞、嗯，啊因为 Annie 就会读也系客家学院，哦，高雄太后个客家学院 ，Annie 就有对客家有很多个了解。咩想讲哎 ，Annie 做嘞做嘛该来回馈啊客家，故说 Annie 就想。哦、那我们就来做客家的音乐的网站。嗯，故说你刚刚讲你也得有客家方言，其实交通台方言在传播了科技方的地度，有动到部分是有啲啊客家方言上课的系冇？你传播过以后呢，就系都客家方言下播。哦。故说你都全部都对也俾上课。哦。你咩有被必修？必修是客家法，还是说有什么客家的相关的学分？像客家的文化产业啊，客家法，还有客家文化的东西，就是青岛客家的东西考。哦，我说，当到学生诶，可能有可能是客家人，有可能唔系客家人。不过大家来读呀，交通大学嘅传播流科技学呢，唔单止会学到呀，台中传播嘅相关嘅课程、相关嘅专业以外，还会学习到呀客家嘅部分，唔该系文化啊，也系语言。我说有其中韩文唔知噶，唔知噶系客语，要讲客话，要读呀就课呢。即系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就唔知噶。对客家音乐的了解有几多？其实爱感觉爱以前对爱上爱对客家音乐应该系轻了解，因为爱时常都会弹呀。韩国你有啲客家种？系啊，爱上爱应该是很了解。对。不过爱做呀，客灵感爱当地爱第一东西轻少。哦，你用办公？因为 Andy 会去拜访呀，有欣赏啊，还有歌手。对。大便 Annie 都给聊天啊，也系自己会老 Annie 讲，也上高用班，也系曲牌啊，按用去。我讲的啊，原来也客家的歌诶，系清晨清多嘅东西会学嘅，不说我也咩天天诶都学习也也着嘅东西。我想再个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像像也客家的音乐，其实有动到，对，韩国没动难，你要要创立一个平台，还想爱大家的当个做得青岛嘛个？你系收集青岛的山歌、童谣，还有念谣，对，你个有像典藏保存，对，你个也名站。对不对？你就希望讲大家做得来呀，比做得无认识客家歌的人做得谈到就谈困难。其实也聊山歌，没清好谈，没清有意思。也是你有
唱歌的也许你已经很会唱的个前辈，你咪做得来分享你唱的歌的，故说做许你做得来去下载去用，咪做得来分享。我知道也同好，专门跟俺们安尼讲，因为像阿 Q 妹俺很细时节，可能俺们托个同学，比如讲阿舅姐米头头啊，也系个你讲讲小菜龙啊，其实也得念药，也得同药，因为时间一久以后，可能会有某 Q 用个版本出来，可能没有你要在 Tiki 系一种个版本，那可能俺的高雄闽南又系另外一种版本，故说你用安尼个方式，然后去熟悉起来，我知道真运动好，而且。你是不是有贴片上都讲爱留传统的东西留下来？因为也你想讲爱留爱本哈多民笛，就会讲就会想有些乐团就会创作客家的音乐。不过其实创歌的就会创流行音乐。对。也着传统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就会唔记得的。你就想讲你做的留起留下来。要做在本业了啊，后生的爱创作嘅人，做在内容，记得做在老爷传统嘅东西，用到几个流行音乐，也做一点融合的感觉，也对，我说，你讲做在甘肃都唔看好，像韩文安尼，太好新年生嘅后生嘅，就有暗用嘅理想，有暗用嘅作品来出现吼，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个再来谈其他的，讲其他嘅毕业作品哦。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 Q 妹。今日节目当中，爱同大家来小结吼，太好新年生嘅毕业嘅学生嘅，爱毕业嘅学生嘅，其他都嘅毕业制作，甚至很用嘅嘅毕业制作，爱来福气来咧，同大家来分享，因为其他都嘅梦想动态吼，其他都想爱留客家嘅音乐，尤其系传统嘅音乐，多多保留下来，其他都创立一只平台吼，其他一只网站，里头有音乐分享，没有影像的创作，没有文章的写文章的部分，故说其实有动到前面爱同大家来分享，尤其是呀客家传统三国的部分。今日有请到韩文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吼，尤其今日就爱来同大家来小结，接下来伊也着有同动到音乐的欣赏，对，来做合作，合作一个平台，故说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又同按到那条某个欣赏来向他合作。凤珠老师，对，凤珠姐，嘿，佮真个年轻吼，你不会请到伊，就会因为你请呀合作个欣赏，就会请他有名咩，他有经验资深个欣赏，其实咩做来本你一些建议讲，也了妙赞，我用版型做不较好。故说，你就去请讲，那只先生他有名，他你做得请到。对。故说，你就最先，你就请到凤珠姐。提早请到的凤珠老师。对。不过我想讲吼，一条东西，因为音乐爱变都没有入行，爱同大家分享。故说，其实像一版权，全部就爱变出来耶，对不对？他其实版权是直接公开的。你有问凤珠老师，他就讲他唔怕骗人乱用，他怕盲人听到也条歌，他就想安心唱佮唱诶歌诶，安好爱本越懂人滴越好。故说佮年轻好就讲，你哪去用咩送你听到佮加个专辑啊？哇！佮年轻好你去睇个时间佮还切。青岛水果啊，还有饮料嘛，该抢哎，你真给亲热情哎，对，懂热情给老师，唔单抢滴啊，音乐上懂慷慨，同大家来分享家个音乐，韩国对啊，后生的全部就懂热情的，对，对，唔单抢有这个凤珠姐，其实还有其他个欣赏，像是这个秀凤老师，你青岛伊嘿伊嘿。少数都台南的客家人，因为南部做遐多的好多人，对，其做遐少数的客家人啊，你去亲近的时节，其实讲其实三人都南部，其实最先的个时节，
好容易会对呀客家人有一些嘞个诶目标嘅想法。我讲，因为伫台南有只蔬菜，大家就伫台南东岛就会好容易。给客家人相对来讲，系较少数诶。其实秀凤老师，也按到年来都有伫台南潘东岛发通啊、表演啊，其实就系本样台南嘅客家乡亲，大家做得起中腔下，做得谈一下客家音咯，对不对？故说你也要请秀凤老师来合作，秀凤老师有提供诶，那条歌曲本样的。像佮有。你大部分的念谣都会记提基本的，你个因为素材就会基本呢。哎，你就像莫康的地方的念谣会有莫康的版本，像阿舅姐也着你名山就有两只版本哦。伊大就会秀凤老师，不说你就像哦，那你就问起讲，南部会不会有喊莫康的个东西么？哇，古所也着欣赏，唔但请提供其他着自家嘅作品、上演嘅作品、韩国创作嘅作品，还有其他着熟悉嘅资料，全部就很慷慨的同伊阿着分享。古所其他着喺这个平台当重要嘅合作人哦，对不对？唔但请安尼，还有这个魏胜松老师，闪狗王哦，伊这个轻轻厉害，青岛也还会从三国的欣赏，给欣赏，给欣赏，还会成诗公级、祖师级啊！不要讲诗公，祖师级。兄弟，几位都礼拜的时间，位都安利去什么？还都琼林的，隔壁啊有青岛的，从三国的人啊，几条都都在隔壁，然后胜松老师就会搞几条从三国啊样品，啊还有就会。像刘罗照老师给父子给有拉胡琴，黑同魏老师跟他合作的，你的素材里边没有啊？胜松老师创的啊，给给只版本就有胡琴的，就他无听，然后到其他他无听，其他有可能是清唱，或者是有卡拉的，有伴奏的感觉。不过有像亚安的黑用二胡先从 live 伴奏一样的就出价。然后给留下了，你看他讲其他的是父子，是不是？父子用他来击弦呢？哇，古时候人家都用，我前头也都认啊，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，虽然是客家人，带到客家族，不过对客家歌曲。一腔音色无暗沉，尤其是传统嘅一部分，我听到也都认不懂困难哦。你就会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唔离二去那边请。啊，不过你像请到凤珠老师，还有秀凤老师，你就问佮讲，就做在小个其他个欣赏本哩哦。啊，就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你就请到安到，每正经请。真的很感谢两位先生。对，不过人家就欣赏的每种用心去请到，也就欣赏。怎样按呢？给机会做得请到，按到欣赏。给出的也哈天使当空，也哈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听讲做得看到相片给欣赏以外，其实人家就还有同其他的欣赏来合作，我们家来收集一下。像秋霞老师是第五名的欣赏。秋霞老师每本人家就请到哎，我以亲男性的。真人都无闲，都无闲的。前面太有路半点钟。哦。其实讲啊，硬是无闲的。不过佮真个亲戚伙，佮创个东西就有几个门头啊。冇错，真个。还有像英英老师咩亲这个我们新生代的。新生代给三个老师用品。对，古时候其实底下传统三国嘅部分已经有动到欣赏，用下来合作，其实唔单枪案呢，除咗传统嘅部分，其实也都含有新嘅流行嘅创作，对不对？比如讲琼雅，也是雨涵，对，给啥？同黑上嘅音乐客家音乐创作者来用下来合作，其实佢也系含喺太后上嘅，我伊有。创作一道客家的歌曲，你就请到佮相公，你个年纪相当哦，我听差不多有某个东西会不一样的火花可以蹦出来。除开这个雨涵之外，其实还有那个伊比泰加董叔叔嘅歌手仲牛哥，仲牛哥，对，怎么会跟仲伟合作？因为你就像我老。童谣、念谣、阿老，
流行乐融合。啊，伊主要有浅浅主要做艺术，嘿，个爱办公。啊，个爱办公做迄改编《I Love People》也条红谣。啊，安尼就想讲，安尼做咧亲戚合作讲，来拍这个 MV。我说你也得同期啊，同期拍 MV。我说比总共唱这个，直接最亲身有经历的就是音乐人来讲，一次到你也得按用个平台，做得提供给某个素材。其实我讲，因为其上爱老也三歌，比如几个流行歌底背。啊，不过伊可能听不到，听一道个东西，伊叫咧听到一系列。啊，然后伊就无买不完整，对完整。故说，你个网站个上不会系 review 哈多个东西，伊做得来，做得先，伊爱买哪一只啊，做得哪一只适合伊个歌诶。哇，故说其实用按呢，一个最直接的使用者，像纵尾按钮跟荧光影加的，车架就做得在客灵感按钮跟平和度空，轻度加的用爱个荧光，不用多气感跟作品度空。故说也哈 enjoy 了，可以哈加的个荧光同传统的音乐很用的来结合个一些糖果的哦。班姐，爱会爱扮咯。我哈一面爱打扮，扮台大脸穿扮姐，爱好扮来耍跳扎，爱扮扎叫同扮妈，扮妈去扮诺扮然，主席扮怕壮扮然，扮然扮然与嘻嘻，从跳向古别下人，罗江舞同游文水，客家扮然又香又甜，爱香热爱甜，来到客中才你先。I know people， 打扮成功，丢电影合作，书板糖成功，鬼龙跑龙，上桥糖糕，有电视来坐，坐咧电糖糕。少年轻一代在听，那我就想说，要不要融合一些流行歌的元素，这样子大家就会比较能够就是听这些歌。改编主要的目的也是在，就是以现代方式推广客家元素嘛。这个语言本身可能不是你习惯听到的语言，从音乐就是可能有在听音乐的人，然后他听到这个歌，这个音乐是好听，那可能反而会去多听这个语言。总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头，如果你们做起来，然后也一直持续的去做下去的话，对于这个文化也是很有帮助的事情。将传统做保留，然后同时又把它作为一个元素，让新的年轻人可以把它拿来应用，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好。我现在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创新的，所以就是跨领域这当中要怎么取得平衡是蛮重要的。我觉得有这个网站，然后有一个旧素材，然后去创作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东西的话，那又不失它的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因为有些创作者可能会在新的创作的时候，他会不知道东西从哪里来，但我觉得有了一个范例，然后又有一些素材，然后再进行去创作，我觉得这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。我们要取得这些素材可能需要一些人脉才能取得，对。但是如果马上就公开给大家使用，对，那像我就会有一些想法，那我如果接下来我要多写一些童谣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念谣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说对创作人的角度来说，这个网站真的很棒，对。
哇，看到按到音乐以后，大家就按推荐、按分享，也在刻灵感，也在音乐的平台。哦，真的安全没吃到动感同作嘛？该我不按用讲，因为你可能从韩文几次个一下讲你，韩国其实你弹出一个其他音，某间的全部就会喊演唱嘛。对，故事太假，就对要在平台按捏情按捏心吼，老气噶太好轻松有个事情，并要知道拿来做要在客家音乐嘅分享，真系只有同感同故事太假，爱多多鼓励其他条，虽然其他条可能未行业，也系讲客家讲都唔好，唔过其他条同认真啲嘅传承客家嘅音乐本太假，做得糖豆喊卡有机会糖豆，对不对？可能要条音乐一般欣赏嘅唔会糖豆啊。对，不过跳过也着，从刚刚看到的政委、韩国雨涵，还有其他的团体，像富克乡音、鲤鱼王，按用的太家创新的音乐，太家做的有机会，韩卡有机会谈到传统的客家音乐。故说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其实刚刚有一条团体，咩系同乡上的学生的同乡上的团体，比如讲唱呀这个鲤鱼王，鲤鱼王，哎，你高同太好的热音社的同学哦。咩系同學？其他都本來就有啲嘅創作客家音樂嘅，其實有啲創作音樂，不過也係佢哋替代做客家嘅歌。哇！你看又連接到一個樂團，對不對？有本一張後生嘅有機會來參與下客家音樂嘅創作。對，佢哋就講啊呀客家，其實一難講。不过讲起来就有一下个有一条歌的就有那么一种个感觉的。对，故说也着合法度到困难的时间，爱问嘛啥？问爱。交通大学课语指导，学生组课语指导，韩文在这里。后除了这个鲤鱼王之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组叫做富克乡音。对，也着台艺大嘅好生。哦，故说你也着闽南腔系第七教，福教地都有请学生嘅乐团，其他嘅学校没有空下来合作。记得我以前就系做呀客家嘅音乐。哇，而且他们的整个编制非常多元，有看到这个传统的鼓，还有像这个是非洲鼓，对，还有后面的像是笛子，还有棒子。所以其实其他的懂算是懂 TPA 的一张工团，不然就会创作客家音乐。对，不给，其他本来就会做客家音乐的。故事像按你的方式，老太家适合做乡下，太家是要应用，出租的七家来下载，七家拿来用，唔是少那么个版权的问题，因为也真嘅系当头拿通。故事也我相信对等到客家嘅应用创作者来讲，也系一只新的想法，做对老传统嘅客家应用，加入创新嘅客家应用。故事轻松有嘅事情就要来同太家来分享一下的，毕业展览嘅时间了，哇，好好把握机会哦，做对到天师当工。宣传气感的毕业制作，你都5月18，都5月20号，都好事当代艺术馆，台北好事当代艺术馆，都台大医院站28公园旁边的一家艺术馆。你会都成果发表会，分享你的成果，你也在客林感从你的概念啊，还有营运状况，还有大家的。感想诶，古早出台也着音乐，还有其他个边也在咱美地也在收台机。any 全班的台家个边也站，边也作品全部。any 都你说好。下午4点，你个发表会。20号下午头4点吼，啊个所有几只展览个期间嘿。18号到20号。18号到20号，古时候太搞做得，去到现场同其他条抢下来，打最鼓一下，看看那一下个后生个，其他条个作品，有几毛抢用，因为其实哦，像按钮要整合一个平台，其他条正经花一栋多时间去采集，然后还有像比如讲。像是录音啊、影像创作啊、文章，全部就会懂法师的。讲到财经的，刚刚还有一张某公道，就是小朋友的。对，人家就喊去到现场，去请幼稚园的小朋友自己去采集。应该讲去搞去录音。去录音。对。因为你想讲念谣童谣呀，就会声音呢都搞个时间，不会冲个顺口溜啊用品。就像像你请秀凤老师念做。所以我一直
蜜头的感觉哦，魔性的那种，对，最纯真、最可爱的那种感觉。不说 Andy 猪都啊，幼稚园还有都国小，去录音，去了上客家课、客语课的时间，去录音啊。哇，还唔但唱前面更好搞，听听哦，迄前面动作更好搞。分别熟悉无腔用嘅声音，无腔用嘅音乐。哇，鼓手真劲，很懂用心。韩国吼，从暗用嘅毕业作品，有吃到爱做暗导演嘅东西，因为从爱爱就附近做样相就好诶。嗯，你还爱做暗导事情，有吃到都没稀奇感冒。有一些咧，我爱你西沙有分工，从爱就会做样样相诶。像 MV 啊，对啊，还有那位就唱起就做些收音诶。对。看一下你们的同学，大家来说一下你们的分工好了。我是做杨秀安，同个只身为是专栏长，专栏文章。哦，啊，谁来诶？谁来就会安尼个网站长，就会安尼网站上播个东西就会给给弄诶。哦，给其他来做做。安尼个网站系其他做诶。嗯。哎呀，咋就会？童真长，就会某种马盖，真运动快，还有你们熊草嘿，其实哎你个大队长，对，你个心灵领袖，嗯，我感觉来问一下，因为像呀贵族的大家，恐吓来做兵役之作，其实应该懂不会熊草，有熊草歌吗？有时候啦，嘿，你都用的事情有可能无意见无通用。像安尼会讨论讲，我去请那只欣赏，也还讲我去那边，像安尼去推男主一眼。对。古时候我们大战女主上我去，每讲爱感觉安尼亚组嘿亲手演噶，已经最和平的意思就是其他组吵很大了。自己演啊啦，要想想的啊，因为就像第一后生的时期，一张团体就是一个小社会啊，所以你听说会有一些的小摩擦、细细的熊吵。不过其实结结以后，大家会对亚只作品喊卡真相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有太多付出太多的心力在里边耶。古时候想要轮播一下，今年也是毕业作品，给也得毕业以后有干啥？你是啥？如果我做木工的事情，我各奔前程呢。古时候有可能像我出国，我去法国，记得有要去读研究所啊，要去找工作。对啊，不过你就想讲，也是也在网站，嘿，大家反应很好。啊，记得我有请到人来用来上传。哦，一个东西。古时候这喊白有可能是做的开封，大家去搞来上传的。嗯，也下就有。也下就做的嘞。然后你个网站上边有一页是提供灵感。提供灵感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从个闪光，咪做的是配音的灵感。哦。你做的老你从个东西上传。哎，你做个老你个东西，不用落硬个。用如何？哇，古时候其实亚哈开始，大家就做在加入这个客灵感，要知道，并要作品个平台，音乐平台做在分享起家个音乐，还个下载配音个音乐，对不对？古时候亲密再个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并要站个时间。5月18号到5月20号到好事当代艺术馆，在台大医院站。欢迎大家哈，每什么韩文今日来分享哦，同精彩嘅同后生嘅，每同有青春发力嘅毕业作品，每什么各位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我舒快休息一下，等下停运动欣赏，Q 下来运动一下。